钟师傅，你那个人宽裕好法咯，到底有几多庙啊？有两百间庙。我听人家讲有三十间咧，关于技术经验啊。对啊，有。大家好，我姓钟，我咧从九七年从非洲农教毕业，出来我的工作，专门教人来接，还有农安。哎呀，算起来足足有稳三十年喎，唔容易哦吼。你可唔可以简单来介绍下来过？哦，好啊。因为非洲基本上来个都品种都有三叶枫，早啲早熟个有，是中熟个有非洲小，后来有拍台湾个了，在起初有这个就糯米起到规模，然后还有新品种个，也发新品种买仙金枫啊、凉枫糯啊，还有冰袋啊，就好。冰袋就冰梨喎，吓冰梨，哦，原来遐人弄，啊，侬你可唔可以讲下，那伊多做来个又有乜个优势咧？多做个来个，已经有几百年的文化历史了。还有非洲的来个，非洲的来个之乡的，特别是我小芒桂林人的来个，各方的品质达到国家标准，绿色食品的健康，有牌照吓，有牌照。你望今日来个人嘅咩餐馆呀？蛮简单，要我配草，我人工，工农也唔容易。果农不是，感谢大家对三农的支持。好。